双儿，柔柔，哎呀，双儿，哎，幸亏没事。哎，好妹妹，怪不得刚才你跟我眨眼呢。哎，你也是被逼的。那另外三个是谁啊？哎呀！方姐姐，原来真的是你们。哇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们几个怎么全都来了？你爷爷的，这里是丽春院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，关上门我就。你躺这儿，哎呀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最后一个，哎。请。听说韦大人的亲娘就在这院子里。韦大人是孝子，肯定在里头。嗯，跟我进去。哎哎哎，干什么呢？你们这是？走开走开。爵爷。哇。爵爷。我在这儿。那个，我用计抓住了好几名侵犯啊，都在床上呢。大伙儿这次功劳不小。这样，你们先将地上这几个人给我绑回去，再将这张床给我抬回刑场啊。是，爵爷，来，把这些人给我绑了。这行。别看了啊！别看了，让开让开！哎呦！
醒醒，醒醒！怎么这么多人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把他先给我关起来。走。走。这个呢，是我老婆，先把他锁起来吧。走。你为什么要锁我师姐？哎，师姐。先锁起来，锁起来。大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我是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我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？张勇，在。那个在丽春院里押回来的小白脸儿，现在在哪儿呢？回爵爷，现在正在严密看守，插翅都难飞啊。好，如果他企图想要飞的话，那就先砍他左脚，再砍他右脚。这。不要，不要！你如果要走的话，就把他的手给我砍下来；如果方姐及好妹妹都要走的话，那就把他的鼻子、耳朵全都砍下来泡酒。他们走跟郑公子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他是小白脸啊，小白脸专门勾引人家老婆的。你个无赖！张勇啊，去给我备些酒菜来，我要和众位美女们干一杯。这，你把我也押走吧，我不想跟着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喂，你可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。哎，曾姑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可能真的很喜欢这位姑娘，可人家并不喜欢你呀。你为什么非让人家嫁给你呢？你以为当了大官就可以这样横行霸道？你这样跟那些仗势欺人、欺压百姓的狗官有什么不同？亏我还当你是位大英雄，看来是我有眼无珠。站住！相公，你说的对。来人呢？在。放了我的俏老婆，还有他那个小白脸，让他们两个结为夫妇。还有，把我的方姐姐也放了吧。我的俏老婆可以跟着他那个小白脸，我也不怕。我的方姐姐跟他那个刘师哥了。好哥哥，求你爷爷的什么韦爵爷，什么钦差大人，什么大人，现在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韦小宝喜欢的人全都跟别人跑了。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。相公，你别这么说。小宝，对不起。你不是要走吗？怎么还不走啊？原来你是好人啊。对啊，而且他还特别有本事呢。哎呀，这走了两个，还剩下三个。算算，我这次还是赢了，没有说。启禀爵爷，外面有一个叫陆高轩的人求见，他说想用两个男人和爵爷换两个女人。